个关怀活动。早上我们有两个多小时是参观了士林官邸，相信在座有很多的伯伯啊，还有阿姨都特别有感受。今天台北市政府也准备了一个我觉得还算是很有诚意、很丰盛的午餐来接待各位。那希望各位中秋佳节快乐，阖家安康，身体平安，事事顺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多用点餐，谢谢。中秋代表是团圆的意思，虽然我们先想到是跟家人团圆。我在妹妹的眼睛里面看到了黑桃 K， 打开给他看，各位观众，黑桃 K， 掌声鼓励。当愁，叫我心。